我奶奶 My friend, how are you? 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跟你告诉你，那里有这种药油，香水也可以，药油比较好，可以去臭味道，还有打走那蚊子啦。嗯，香水也可以。为什么跟你很隆重告诉你们呢？哈，因为你们看到那条渠啊，那条渠呢，好多人分了了，常常抖那种，喷那种东西这个渠道，但是你没有分了抖。我做完这个东西洗手盆，完全不用管这里，完全不管这里。为什么？一抖出来，等一下你就有周围散发很臭。那么然后呢，我就想到，蛮好哦，因为啊，你看，这里通或者去通你嗰度，这里的，那么变成了你想去蚊子啊、去臭啊，有方法的，来，很简单，你首先呢，来一点，靠近，你落洗手盆，没关系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差不多了。那么什么药油都可以，因为药油为什么好呢？主要它能够除臭啊。那么除臭了之后呢，嗱，呢度呢，你就溪水好。啊，为什么我叫你这样做啊？主要呢，给它完全嗰种药油，除个瓷盆上面，咁啊撩咗就除咗上面，呢度不用放，你放这里足够。一种臭味道，令到什么蚊子也不敢来，什么飞虫也没有了。真的用那个方法一礼拜 ，OK，我告诉你，给你了，拜拜。